我现在连定个助理的权利都没有了。不是不是，就他吧，这个人啊，我看着特别顺眼。24小时 on call， 错过了任何一个电话，手机留下人去死。咱们不说话，怕打扰到你。你不知道让我尴尬也是一种打扰吗？除了生活起居和事无巨细的小事，下去。 我还是可以担任很多挑战性的工作。我觉得我有权利代表姚梦归小姐，要求片方发出得体的周全的公开声明。艾姐，你回来以后就要跟那个宋慈达戏了。宋慈哎，吻戏。你愿不愿意陪我听这对词？不好意思啊，杨老师肯定吃午饭的。假山很不喜欢我，不只是亲你呢。把你那春心荡漾的笑容给我收回去。 你是不是爱上姚梦归了？沉默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是伤害我姐姐的人，你让我怎么对你好？但是我从来没有害过你。你现在这样就是在伤害我。宋慈，你之前说过的，一旦要是我出事儿，你会第一时间离开我。那肯定是牺牲爱情力求自保。上一次是你主动请辞，这一次。 我让你滚蛋！你不想见我，我保证再也不出现。但是你自己理想也不要了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我会感到很难过。我有点贪心，以后我多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永远不会认不出你，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。